在小胡连连。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是我心里点赞，对不对？老是嫌弃我黑，嫌弃我这我那的，那不像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喜欢吃鲍鱼龙虾，喜欢吃红烧肉，喜欢吃肥牛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就喜欢我这种的，就喜欢吃老帮菜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不能让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，对不对？老是说这种话。哥姐们，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，福袋的名字叫我喜欢吃老帮菜，咱们参与一下。哥姐们参一下福袋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收个心点赞，老是叫我黑驴黑驴的。对不对？那你们喜欢吃肥牛，你们喜欢吃五花肉，喜欢吃红烧肉，那必须为什么要让别人跟你们一样吗？那有些人有些大哥有些粉丝哥姐们就喜欢吃老帮菜，就喜欢吃我这样的帮菜，怎么了吗？老是说这些话。其他话就不会讲了，一天天的就会说八百遍嘛。我虽然是来自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女孩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什么文化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，用词语说，我就说了一些通俗的话嘛。老是叫小黑驴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，我就喜欢吃老帮菜。大家，我给大家挂了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叫我就喜欢吃老帮菜，咱们参与一下。老是说这种话。喜欢昭昭也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我是河南人，今年快22岁，是你们说我在家里不务正业，对不对？老是说我是老江湖老油条，我从16、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那难不成我跟别人讲，啊，厂子我之前进厂子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进厂子打工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纹大花臂的，左青龙右白虎的，什么中间纹个老牛在胸口的，什么都有，高矮胖瘦，厂子里面大厂子里面什么都有。我下班的时候17岁一个小姑娘，那别人要我微信，堵着不让我去走。我就骗别人说我今年20多岁了，刚从号子里面出来。难道这样也是那什么吗？这样也是叫老江湖吗？我只是会自我保护我自己，我承认我不像16，不像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口中说的单纯是什么吗？难道我就被别人给拐走了，被哪个老头子拽到山嘎嘎里霍霍了，那叫单纯吗？我会保护自己，也叫老江湖，也叫老油条吗？天天老油条，小江湖，再小胡咧咧，再说小风凉，老是这些小黑粉，天天就这说这种话。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送个星星点赞，一人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，帮昭昭点一个免费的赞，一人点两颗，点10颗赞。对，对着屏幕点点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是说这种话的嘛。我来自一个农村小女孩，那你们吃香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钱人，你们像有文化，老是说我说话比较粗鲁。我也想说带词语的，我也想四字四字的说词语，问题是我不会，我高中都没有上过高中。谢谢用户哥，感谢用户哥的跑车，咱们给大哥点点关注哈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城市里面的小孩子，你们学习不好的话，爸爸妈妈给你们会报各种各样的班，什么跳舞班，什么这班那班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实话，我们农村人出来一个大学生真的很不容易，什么都要靠你自己，你要学得好就学得好，学不好就赶紧出来就打工，10几岁就出来打工了。我也没有说什么任何句假话嘛，我不是老油条，怎么老是说我是老油条呢？我穿这件衣服是为什么？农村人干活不像你们城市里面，对不对？我要是不干活，我也不穿这样。我要如果说今天穿件新衣服，我再干活，明天再穿件新衣服，对不对？那不就都是成脏衣服了吗？我们农村人干活都有干活的样子吗？你们老是说我这那，我家种了10几亩地，你们看我这肌肉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撒谎，老是说这种话。我是河南人，我们家那边种了10几亩地。在小湖说小风凉，喜欢昭昭哥姐们，咱给挂红包的点点关注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参与一下福袋，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，对，对着屏幕一人送一颗小心心，喜欢昭昭不用送大礼物哈，不要送大礼物哈，送大礼物的话你们也破费了，喜欢你们要是喜欢昭昭就对着屏幕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。对，对着屏幕一人送，对着屏一人点个先破个10万赞好不好？破个10万15万左右。我不冷呀，
干农活，我家种了十几亩地，你冬天你要是穿得很厚的话，是不是就干不了活了？而且你们不知道，干活谢军哥，干活是越干越热的，冬天要是穿得很厚就不方便了。所以说我从小就练的，就是穿得很少就不冷。你们不要像我一样，我家种了十几亩地，老是说这种话，农村怎么了嘛？老是，那我要是白富美的话，那我是有钱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就不这样去说我了？我要是像那隔壁，那我隔壁主播对不对？你们也刷到了，那跳个舞恨不得裤子都能提到嗓子眼了，你们也不说，你们就说什么大哥真帅，大哥再扭两下，对不对？欢迎我王老头。为什么我就聊聊天，我就给烤几条鱼嘛，老是说这说那的，我犯了什么错啊？我要是在古代，你们是不是就要进我猪笼了？王大爷没来啊？王大爷来了，欢迎王大爷，欢迎我的老 baby。大爷，你别再跟我刷了，你跟我一个小姑娘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嘛。你从一个小白号这两天一直刷到三十多级，一直让我去北京去找你。我找你，我怎么去找你啊？我现在是根小油条，对不对？你让我去找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把你给整偏瘫啊！你再过两年，你再让我去找你，我指定把你给整偏瘫了。你现在让我去找你，我就跟实名认证下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让我去找你嘛？大哥，我的大爷，我的老 baby， 你别再跟我刷了嘛！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让我闻闻味儿。你听说七八十岁身上都有老人味儿啊？有老人味，你有没有老人味啊？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看看能不能先闻闻味儿，让我过把瘾，我看能不能免疫。大爷，你别再跟我刷了呀！你一直跟我刷，你老是说你打字又很慢，你又说来北京，我去北京干什么呀？你儿子女儿在你身边不在你身边啊？要在你身边的话，我不好下手。要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再小胡连连。对不对？你们不喜欢我不代表别人不喜欢我，那大爷就喜欢吃老帮菜，那长得黑怎么了嘛？长得黑瘦怎么了嘛？老是说这种话，大爷是不是喜欢吃老帮菜？你们不要嫌弃我，我这两天感冒了。谢谢大爷，大爷你怎么又给我刷了？大爷，我的老 baby。我说的也是实话嘛，你都七八十岁了，你跟我刷对不对？我跟你两年之后肯定身上有老人味，因为我太爷爷身上也有老人味，我知道那个味儿，对不对？天天一躺在你身边又放屁磨牙打呼的，肯定受不了。我要是跟你在一起，肯定把你给整偏瘫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也没有说小昭没有说假话，我什么话都说了，该怎么整我也说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啊，大爷喜欢你，我要跟你过一辈子，我从来没有说什么。而且我长得黑，我就是黑了，我也没有开滤镜，对不对？那有，难道现在这年头说真话也是一种错吗？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送个小心点赞。我不相信我直播间老是说小风凉的话吗？大爷，你怎么一直跟我说你喜欢我哪里啊？我改还不行吗？大爷，你喜欢吃老帮菜吗？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，福袋的名称是那个我喜欢吃老帮菜。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，别老是喜欢这种说这种话。那农村人就不配，长得黑长得瘦就不配喜欢了吗？怎么是老江湖了吗？那至少我敢说实话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相亲，你们跟女朋友去相亲去约会的时候，你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啊女朋友有没有窗啊，有没有这有没有那？其实你们心里比谁都想知道，只是没有问出来。我问出来了吗？这也有错吗？老是说我老江湖什么套路大爷，我说的也是实话吗？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你们都不想知道你们女朋友谈了几个，相亲对象啊是不是那种善什么类型的，你们想知道吧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了嘛？老是说这些。谢谢大爷，我的妈呀，大爷怎么一直跟我刷？谢谢火柴，妈呀，大爷你要是再跟我刷我就晕倒了呀，你怎么一直跟我刷？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哈，一人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可以了。不要嫌弃我。我感冒了，你们不要嫌弃我，总不能把痰咽进去是不是？大爷你怎么一直刷啊？
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一人送一颗小心，我就看见了呀。对，对着屏幕一人点个20下赞，点个10下赞，喜欢昭昭的。老是说这些话，我不像农村人，那你们说我怎样才是农村人吗？难道我就钻在桥底下钻桥洞，那才是农村人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像你们这些大男人，那你们还想出去开个婚呢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穿身好衣服，那又怎么嘛？又不像农村人。那你们开个婚，我也想下个馆子的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穿件好衣服呢？老是说这种话，再小胡咧咧。大爷，你怎么一直给我送啊？你也不讲话。咱们给大爷也点点关注哈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，大爷？我直播间里的人都黑我，都说我是这说那。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。我太假了，那你们说什么不叫假？我承认，我从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对不对？从17岁，我不可能也像没有打工一样这么单纯。我踏入社会好几年了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，那老板生气的时候，面就是不太开心的时候，进店里面你就少说话，多干活。打字慢，你可以飘屏啊，我给你设置有飘屏啊，你可以飘屏啊，对不对？难道这样也是一种错吗？欢迎我力哥，咱们给我力哥点点关注，力哥别给我刷了哈，力哥。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对，你们就给小昭送一颗小心，点赞就可以了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喝的是怡宝。啊！难道农村人就只配喝亚井水吗？谁规定的农村人只配喝亚井水？难道那你们还想，你们男人，你们还想出去开个婚呢？那我开个婚，买个矿泉水怎么了嘛？难道这也叫老江湖吗？对不对？老是说这种话，那什么不叫老江湖？那别人就说。那一个大老头子说你，咱俩我请你吃饭吧，难道你跟他一起去了，这叫单纯吗？啊，被大老头子拽走霍霍了，这叫你们口中说的单纯吗？我只是会保护我自己，我出来社会这么多年了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我虽然说不会唱歌不会跳舞，但是我会那什么，我会点防狼术在身上，这也叫老油条吗？你们这些城市里面的人，你们不知道农村一个小女孩10几岁就出来打工。大爷，你怎么一直给我送啊？你喜欢我啥呀，大爷？你喜欢我什么啊？你有没有老人味啊，大爷？你就不讲话，我受够老人味了。我太爷爷，你们也知道，前段时间看我直播，我在老家照顾我太爷爷，你们也有看到，我太爷爷身上都是老人味啊。我怕咱俩在一起，我还戴上口罩，你先把你假牙什么邮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，看能不能适应。你都不说话，我说也是实话嘛。如果说让你们突然间跟个70、80岁的老头在一起，你们受得了吗？难道你们就会说啊，我就喜欢老头？那是不可能的，那老头身上都有老人味儿。那至少我说的是实话嘛。你大爷，你一直给我刷，你要非要让我跟你在一起的话。对不对？你要是非要让我跟你在一起，那怎么办嘛？我只是说了，你儿子女儿有没有在身边？要是不在身边的话，我就能提前把你给整偏瘫，对不对？我说也是实话，一个大老头天天在你面前晃悠。我的妈呀！大爷，你怎么是我嘉年华了？喜欢，这不是大爷，这是我的老 baby 啊，这是我的老 baby。
喜欢小赵哥姐们给小赵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竖个心点赞。我的妈呀，大爷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大爷，你在我直播间从小白号刷这么多，跟你说话你打字又很慢，我说也是实话嘛。你们要喜欢赵赵，又给赵赵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点出息，一个嘉年华就把我整懵了。我的天哪，一个嘉年华三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怎么，我是农村孩子嘛，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对不对？那大爷都说了，我就是没有见过世面嘛。大爷他的金牙，他的牙齿也是金的，我又怕到时候把大爷给整偏瘫。大爷，你把你的牙齿换成铜的吧，我怕到时候把你给整偏瘫。我穷惯了，我过惯苦日子了，我过怕了，我怕到时候你躺在床上整个偏瘫，你还能嚼东西，我怕到时候你只能喝稀饭了，我把你大金牙也顺走。就像他们说的，我真的是穷穷怕了。说的是实话嘛？那你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人，对不对？又没有戴过大金链子，那把大爷给整偏瘫了，那他牙齿啊啊啊！大爷，你这么喜欢吃老帮菜吗？大爷，我又不白，他们我直播间里的人都说我是老帮菜，你喜欢吃老帮菜啊？大爷，你是我的老 baby， 你怎么送我这么多啊？大爷，你不要送了，你送我这么多，我也报答不了你什么呀。咱们给大爷点点关注，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一颗小心点赞。我的天呀，我公屏上不要再送大礼物了，你们要喜欢昭昭就公屏上去闪一颗星星，帮昭昭点点赞嘛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因为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见到这么大的特效我待会儿就晕了。欢迎我卓爵，咱们给我卓爵点点关注，给我钱宝三点点关注，一个嘉年华，我的妈呀，这两个嘉年华了，我的老 baby， 我的老 baby， 你喜欢我什么呀？你儿子女儿在身边不在身边啊？你在身边我也不好下手，你他非要让我去榜一这个王老头，非要让我去北京找他。我现在你们说我现在都没有什么阅历，我今年才22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让我去找你，我也不知道把你怎么给整偏瘫。我都说了，先火狐狸哥，我都说了，你先让我慢慢的去研究看看什么攻略，什么看看那个什么耀武大郎的那个什么，看看潘金莲怎么耀武大郎的，你先让我看看，让我缓冲一下，你直接让我去找你，我怕到时候给你下药都是实名认证的，对不对？你再让我有点经验，我下药是擦边球式的，擦边球婶的。感谢火柴哥，谢谢火柴哥，谢谢我王大爷，我说的是实话嘛，我也没有说假话。一个大老头子追我，对不对？小80岁了，我今年才22岁。我不敢保证我这一辈子都喜欢老头老 baby， 对不对？我太爷爷身上我也知道那老人味儿可浓了，你有老人味没啊？他不说，他都不说他有没有老人味儿。你有老人味，脸上有暗疮吗？有没有暗疮呀？暗疮会浓的话就很臭。我说也是实话嘛。大爷，你真的喜欢我的话，我把你给整偏瘫，你也喜欢我吗？我穷惯了，我穷怕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有钱，非要让我去找你，就喜欢小昭。我把你整偏瘫，你也喜欢我？我说实话，但你们很多人都不敢说实话。我至少我把大爷整偏瘫，至少我敢去讲实话，对不对？难道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？一个80岁老头他上去就说我爱他吗？这是不可能啊！我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那样的，我是不可能的。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你们要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昭点个
免费的关注，送个新点赞。农村小姑娘，那有你有痔疮吗？你有疮没有啊？有没有疮啊？我问的也是实话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疮，我没有长疮。我说的是实话，那为什么你们都不说实话？你都不说你有没有疮、啊？我因为我太爷爷小八十岁就疮，脸上会脓长老年疮，也有痔疮，你有没有啊？我说是实话嘛。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，哥姐们，那么参与一下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一人送个小心点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他打字太慢了。哇，王大爷，你别再刷了，你刷的我都心慌呀、啊！你说你让我现在就去找你，我怎么去找你嘛？老是说这种话。很多人都说你个农村小姑娘，直播间里4000多人，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做到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？因为你们又不是在我身边站着，我只知道我们农村人不太懂网络，对吧？只知道用个手机播，你们就在这打字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呀。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，不要给小昭送大礼物了哈，大爷，你送我大礼物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。你们就给小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，点赞就可以了。王大爷，不要再送了。我的天哪，大爷！谢谢八王爷，咱们给对你们要是喜欢昭昭，给昭一个人点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了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快22岁。对，对着屏幕一人点个10下赞，哥姐们。大爷，你怎么一直送啊？以身相许。你让我跟你在一起，你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。我就算真的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会养个小白脸的，我会偷腥的。我实话实说，但是你们敢讲吗？你找一个小80岁，我今年才22岁，我肯定会偷腥的。我不敢保证我不偷腥，我说也是实话，我至少我敢讲嘛。我偷腥，你也愿意吗，大爷？过年来北京好吗？我跟你在一起我会偷腥的，我说的是实话吗？谢炮哥，因为我今年才22岁，你都80了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？谢炮哥，你们喜欢昭昭的话，就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可以了，不要送小的大礼物哈，送大礼物也不费了。刚刚大爷那两个嘉年华都把我给整蒙圈了，我58而已。你头像不是58，你头像不止58，小80了。你农村姑娘漂亮淳朴，我把你整片摊了，我还漂亮淳朴啊，对吧？至少我敢讲，我敢说实话。我拿着你的钱去偷腥也可以吗？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啊，谢二亩地哥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，一人送一颗小心，我就看见。我需要个顾家的小妹，我是顾家，我把你什么都转移到我名下，你说我顾不顾家？到时候我就不把你当什么，我就把你当成财神爷，财神爷给供起来，把你整偏瘫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，把你给整偏瘫，好吃好喝的照顾。你们不要老是去瞎带节奏嘛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0，我不喜欢飘屏。哦，你为什么喜欢吃老帮菜啊？他们都嫌弃我黑又长得丑。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小心点赞就可以了，别再给我送了，大爷，你把我整蒙圈了。太张扬，怕隔壁大嫂看见。谢谢朝阳哥，
感谢送的热气球，咱们给大哥也点点关注。我的心态不简单，你们说我怎么不简单吗？我从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那什么叫简单，什么不叫简单呢？那难道那别人约你出去吃饭，我来关闭，那别人说约你去吃饭，你跟他们一起去了，跟老头去了，那才叫简单吗？我承认我在社会上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我不可能做到像刚出入社会那种，对不对，刚踏出学校那种一样单纯，我要是被单纯的话早就被别人给拐走了。老是说这种话，那你们说难道我自我保护自己也是叫不单纯的人吗？那之前上班的时候，那小区不对，那厂子里面的保安那天天要我微信，因为为什么，那个时候我年龄最小出来打工的，那难道我跟他一起去我就叫单纯吗？我就跟保安说，我说我刚从号子里面出来，生完俩孩子，难道这善意的谎言也不行吗？难道这也叫你们口中说的不单纯老江湖吗？那被老保安拽去那就霍霍了，那就是你们说的单纯吗？我不像你们城市里面，谢大爷你自跟我说，我不像你们城市里面的孩子，对不对，20多岁才毕业，什么思想都成熟了，我才17岁，我只知道我这样去撒谎去保护我自己，对不对，我怎么了吗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老是去讲这种话，那我说那大爷给我送礼物，我也说了，我说你不要再给我送了，我说你给我送礼物，咱俩相距这么大，就算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两年就想把你给整偏瘫，我说也是实话嘛，我也没有说去说假话，那大爷对不对，什么话我也都说了，那你们还想怎么样吗？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今年20来岁，21岁22岁，我可以让你们看我身份证啊，你们要是觉得我不够真实，我可以把美颜全部给你们关了都可以，你们想看我就把美颜上面全部给你关了，无美颜我也可以，你们想不想看，我长得很丑，我也想让大爷看看，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对不对，你们大爷你不要再给我刷了，我对不对，我长得现实生活中也很丑的，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你们看一下哈，对不对，我从来不带骗什么的，喜欢小昭的哥姐们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啊，咱们给一人送一颗心就可以了，支持小昭的，老是带节奏，你们想不想看，想看我就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因为我直播间里这个大爷给我刷了好多天好几天了，老是刷嘉年华把我给整蒙圈了，对不对，我现在开美颜了可能是不够真实，我把美颜关了，要是大爷还喜欢我的话，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那我就关，你们想看我就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我有点慌呀，哥姐们喜欢昭昭帮昭昭点赞破个50万吧，我把美颜全部，我有点害怕，我怕你们说我，哥姐们对着屏幕一人帮昭昭看能不能突破50万，50万就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无美颜我直接，但是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关美颜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你们给我一个缓度期，我肯定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对，你们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还送个心点赞，我去已经37万了，你们真的想让我关美颜吗？说到做到，行，那我也想让大爷看看我真实的样子，我也想让我直播间里的人看看真实的样子，对不对，虽然说长得丑关美颜，但你们要是喜欢我的话就喜欢我，不喜欢我的话我也不会强求什么的，我天哪已经到了，那我关吧，你们这么想看我关美颜全部关，我把美颜全部关的话上面会有个无美颜头像那块，我就给全部关了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大爷一直给我刷礼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想让大爷看最真实的我，也想让直播间里的每个哥姐们看看最真实的我，关了我是不是没有撒谎，我也没有去说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是全部给关了，全部关了上面会显示一个无美颜，你们有没有看见 妈妈大爷怎么又送我嘉年华
我就晕了呀。我关了，你们看见吗？上面我头像那块有个无美颜，我就全部把美颜给关了，我们一点点都没有开啊。让大爷来个华子大队，不用送了，再送我就蒙圈了。我把美颜也给关了，全部关了。你们上面，哥姐们，你们看到上面有个无美颜，看到我把美颜全部关了，哥姐们扣个一，让他们看看，他们我全关了，他们一点都不相信的，我，对不对？那大爷一直给我送礼物，你们也看见了，给我东东刷了好几个嘉年华，让我去北京找他，对不对？那我说大爷，我把美颜全部关了。我让你看看我是什么样，也让直播间里的人看看我是什么样子。我也没有说去骗别人，就把美颜调得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甚至大家给我送礼物支持小昭，小昭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那你们还这样去说？我真的给关了，怎么不相信我呢？我真给关了呀，我真关了吗？你们我上面你们看到一个有个无美颜的哥姐们扣个一，让他们看看。我关了，你为什么老是造谣呢？我关了呀。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星星点赞，看不见吗？对不对？你们看到我把美颜全部关掉了的，扣个一。你们看我头像，我这块有个头像，上面有个红色的屏幕，就写个无美颜，我就是把美颜全部给关了呀。你们这样去造谣别人，有意思没有吗？我都说关了关了，咱们给我钱宝三一点点关注。小昭直播间里没有挂过一个假粉，全部是真人。欢迎油腻男 C 瑞哥，我从来没有挂过一个假粉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怎么怎么样。我大爷跟我刷这么多礼物，我就说大爷，我现实生活中，对不对？我把美颜全部关了，我看你对不对？你说不定就不喜欢我了。我也不想让大爷再跟我刷了，老是说这种话，关了就是关了，我为什么说没关呢？难道我怎么做你们才会开心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管我怎么做你们都不会满意。谢谢我隔壁王大爷，谢谢你大爷，你怎么还给我送啊？你们要是喜欢昭昭，哥姐们给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心点赞，对不对？那并不是像你们每个人一样，你们就喜欢吃鲍鱼龙虾，喜欢吃红烧肉，喜欢吃牛排。那大爷他们就喜欢吃，支持小昭的哥姐们啊，夸小昭的哥姐们，他们就喜欢吃老帮菜，怎么了吗？难道就必须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就喜欢吃大鱼大肉吗？那别人喜欢吃老帮菜，对不对？老是说这种话，那怎么了嘛？老是讲这样，再小胡咧咧，再这么小风凉，再说小风凉话，这些小黑粉们，你们这样污蔑我，心痛不痛？对不对？我怎么做我都让你们去看了，我也没有说去怎样去怎样的。我要是想让大爷更支持我，我是不是把美颜调得更好看了？老是讲这样的话，难道农村人我是不是我长得不白，长得黑也是一种错吗？那我要是长得白一点，长得好看一点，你们是不是就不这样说我了？我在后面是不是整个宝马车什么奔驰车，你们是不是就不这样说我了？难道就因为家里穷吗？就因为是农村人吗？你们对我争议这么大，我说我句句语说是实话吗？我今年才22周岁不到，一个大爷小80岁的大爷跟我刷礼物，我说大爷你就算真的让我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也会偷腥的，我说实话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说吗？我说也是实话啊。
大姐，你怎么一直给我送啊？一些朝阳哥，你们喜欢昭昭的歌星们啊，不要给小昭送大礼物了，对对着屏幕点点赞，一人送一颗小心心，我就特别开心了。再小胡咧咧，感谢太阳，感谢大海哥，我直播间里我可以发誓，我直播间里一个假粉都没有挂，如果说我挂一个假粉的话，我出门就咔嚓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像你们说的什么整有团队啊，去整流量，我从来没有。我眉毛为什么纹眉毛？说农村人为什么纹眉毛？你们看嘛，我眉毛上有个疤，我就是纹个眉毛想把疤给遮住。你们老是叫我叫刀疤妹儿，我就把眉毛给遮住。我花的钱太便宜了，几百块钱眉毛没有整上去，还整了两条很粗的眉毛，那怎么了嘛？那糟八妹也是你们起的。在小胡说，我现在又开美颜了，现在开了，我刚刚关了。谢谢朝阳哥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就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就可以了。咱们给我前榜三爷点点关注哈，不用送给小昭大礼物，对，一人就送一颗小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，把大爷拿捏的死死的。我没有说拿捏去大爷啊，大爷给我刷这么多，我一个小姑娘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刚刚刷了三个嘉年华给我，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我说大爷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呀，这是我们这边特色，这是我们这边特色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小的时候就拿这些鱼啊去烤。我们小的时候家里，谢谢大爷，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人啊都会拿着一些，我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我们小孩子就生个火堆去烤一些鱼啊，烤一些番薯吃啊。所以说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不会什么东西啊，我是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，因为我们从小吃饱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就生个火堆，我就想快过年了吧，把我们这边的美食做法分享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嘛。为什么老是有些人逼我去学才艺？我觉得二十多岁，学才艺你还不如再让我去打个工嘛，对不对？老说这样的话，我是老江湖，我怎么是老江湖了嘛？你们要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送颗心，点赞就可以了。为大家发了个福袋，咱们参与下福袋。谢谢，也谢谢所有哥姐们喜欢吃老帮菜，让我知道知道，对不对？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说那样的话，那别人喜欢吃什么样的菜，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么宽呢？对不对？老是讲这样七八的，我是老江湖，那你们说什么样才不是老江湖吗？啊，我从17岁就出来打工，我要是不会一点什么的话，我承认，我实话实说，我会一点防狼技巧在身上，怎么了嘛？那一个人小姑娘出去，爸爸妈妈多担心呀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，老板，我之前打工的时候，老板不高兴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少说话多干活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难道会有眼色的人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告诉我，这样是不是错啊？你们不知道，我一个小姑娘家，我会点防狼技巧在身上，怎么就像你们说的是老江湖、老江湖之类的呢？老油条，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老油条吗？谢谢东哥啊，送礼物，咱们给东哥也点点关注。你们要喜欢昭昭哥姐们的话，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送一颗小心，点赞就可以了，不用送大礼物。这是哪里还穿短袖？这是广东，他们很多人，我之前在家里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都说让我出来找工作，然后又出来了，出来之后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有的工作一天上进厂子12个小时，有的是8个小时，工资太低了，有一个8个小时半的，然后干了2天，那个男老板下完班让我去给他打扫卫生，你们觉得单纯的话我是不是就要去了？我不去就不单纯了，就是你们口中说老油条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好好的干工作，好好的拿我的钱不就行了吗？拿我的米，你为什么还要下班
去让我去给你打扫卫生，难道我去打扫卫生了，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单纯吗？难道我会一点防狼技巧在身上，难道这就是一种你们口中说的是老江湖老油条吗？你们跟我说。谢谢大爷喜欢我。大爷你怎么这么喜欢我？我给大家挂个福袋，哥姐们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我福袋的名字，对，你们加加小赵的黑军团。大爷不要再给我送了呀，你怎么送这么多啊？因为大爷给我刷礼物，我为什么会把，谢谢猛火哥，谢猛火哥的烟花，我为什么吓得我把美颜连声大叫？因为我一个农村小女孩，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对吧？直播间里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我激动一下是很正常的。还有人说我没有见过世面，我承认啊，对不对？那大爷给我刷这么多，我都说了，我在直播间就明摆明实打实的跟大爷说，我说我报答不了你什么。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报答你，我说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开了点美颜啊？我把美颜全部关了，刚刚你们也看见了，上面有个无美颜是不是？我全部给关了。我说我大爷，我说把美颜关了，你看一下，这是真实的我。难道这样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说嘛，大爷你喜欢我什么呀？你要是喜欢我的话，你把你的假牙邮过来让我闻闻味儿，闻闻味儿看能不能免疫免疫，到时候对不对？你都不把假牙邮过来闻闻味儿，戴金链子，我链子都快生锈了，大哥你说是金链子。这是我们这边，谢混世小魔王，喜欢昭昭一人送一颗小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，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我是来自河南。你们不要嫌弃我，我刚刚我你们听我声音感冒了，感冒了。如果说我把那个什么痰咽进去，是不是更不好了？对，你们要喜欢昭昭，一人送个小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。我就看见了呀，星星也很明显的。大爷有烧创味，大爷你有没有老人味啊？脸上有疮吗？脸上有没有老年斑啊？老年斑一会浓的话很臭啊。我之前照顾我太爷爷就是，还有痔疮，你有没有痔疮啊，大爷？别到时候咱俩走在一起，别人不知道是你来例假还是我来例假。没有啊，我开个玩笑，你们谢混世小魔王，你们要喜欢昭昭一人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呀，不用多送了。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，咱们参与一下啊。我说的是实话嘛，我也没有说其他话。咱们给我钱宝再一点点关注哈。咱俩讨论讨论呗，大爷你有没有穿？谢谢猛火哥，猛火哥谢谢你。我直播间里没有挂过一个假粉，我没有像你们口中说的有团队，我真的没有。如果说我在直播间里挂一个假粉去买一个斗家，今天我要是买一个斗家的话，我出门就咔嚓，出门就咔嚓，并我没有啊，老是瞎说我是老江湖，那什么样才是老江湖，什么样是不是老江湖吗？你们说吗？感谢给小赵点关注，每个哥姐们拉大爷上麦，大爷你要不要上麦啊？你怎么这么支持我？上次从小白号在我直播间里刷到了这么多等级，你让我喜欢你什么呀？你要跟我过日子吗？谢谢王老头。那我都说了对不对？那很多人都说我直播间里怎么这么多人，那我也是从八个人几个人播起来的对不对？那大爷喜欢我，那总有人喜欢吃老帮菜，总有人喜欢啃帮菜的对不对？那难道别人就必须跟你们一样吗？谢谢混世小魔王，来北京照顾我吧。你贪了没有啊？你要是有点贪的话，我立马过去把你整的全贪。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小贪？偏贪，整偏。
整他。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我没有说假话。寂寞孤独，你孤独寂寞。谢谢混世小魔王，咱们给他点点关注哈，给混世小魔王点点关注。对，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，一人送一颗心就可以了。妹子不北京吗？妹子来北京吗？来北京，你现在，我现在去的话，我又不好下手。你女儿是不是回来了？你上之前在直播间里说你女儿回来了，我怎么把你弄瘫啊？给我租四合院，你再过两年，你现在让我再看看什么武大郎、什么潘金莲、什么武大郎之类的，我看看，让我多学习学习，然后我再去。我现在去的话，就使命认证他，你不把我整靠起来，那是。谢谢混世小魔王，谢谢你。对，你们喜欢昭的话，一人送一颗小心就可以了呀，送这么多，咱们给混世魔王哥哥也点点关注哈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也没有讲假话呀。对，你们也帮忙昭昭点点关注啊，点个免费的赞。我说的句句是实话，我没有胡说嘛。我今年才22岁，谢谢猛火哥，咱们给我猛火哥一点点关注。我今年才22岁不到，大爷都小80了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都说了我肯定要偷心的，我保证不了我不偷心，难道我说实话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说嘛？那如果说是你们，你们能守得住寂寞吗？再说我也没怎么谈恋爱，我现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过两年万一喜欢谈恋爱的话，我现在实打实的说有什么错吗？大爷，你家床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？你家床你要是你家床要是空心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为什么能？因为空心的能藏隔壁老王，不对，隔壁老李。要实心的话就藏不了人了，我去干什么呀？我要是去找你的话，那家里会时不时来的修水龙头的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我说的是实话嘛，丑是丑话先说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啊，我上去说大爷我好爱你，我一辈子都非你不娶，非你不嫁，这怎么可能的事嘛？难道说实话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说，那你难道你们相亲你们就不想问问女方什么之类的吗？是不是？我就孤独一人，一人好啊，一人好下手，一人下手好一些。58天天天遛鸟，别遛鸟了，我下次我遛你，开个玩笑嘛。你们老是这样去说，因为我一个小姑娘，我是农村，我们没有见过多少世面，可能说话比较粗鲁。你让我用词，我也不会用词啊，我真的不会用词，文化程度也很低。我给大家挂一个福袋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，谢谢我。咱们给我是小杰挂红包的哥哥也点点关注哈，咱们给混世小魔王也点点关注，鸟也飞了一个。欢迎欢迎我教授哥哥。我说也是实话嘛，你们老是讲这样的话，老是说800遍，那我难道做最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错吗？难不成我就在社会上会一点防狼术怎么了嘛？那对不对？你们老是说我是老江湖老油条，那你们在城市里面的人来北京吧，陪我养老。那你怎么对我好啊？你会不会什么财产转移到我这里呀？哎呀，还是不要了吧，咱俩年龄差这么多，到时候我也不忍心，对不对？把你给偏瘫了，对不对？整偏瘫了，给你幸福的家。你把你的大金牙，大爷，你换成铜的，别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躺在床上还能嚼一个牛肉干，到时候你牛肉干你都嚼不了了，你只能喝稀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把金牙也给顺跑了。
也给撬走了。说的是实话吗？我穷怕了。很多人都说刚刚刷了那几个嘉年华给你，你怎么这么惊讶？因为我真的没见过世面，对不对？惊讶我还不给你撬走啊？实话嘛，我也没有说假话。哥姐们，咱们再参与一下福袋，再参与一下福袋，抢一抢！我就喜欢吃老帮菜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。喜欢昭昭的哥姐们也可以找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不然下次找不到我了。我是实话实说嘛，就聊天嘛，就唠唠嗑嘛，这有什么呀，对不对？至少我敢讲嘛。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，你们也想问问女方有没有什么病历史啊，有没有什么病啊，有没有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也想问，也想问问人家有没有疮啊，这那那这的，你们也想问吧，只是不好意思问。谁不想了解别人更多嘛？我就问问大爷有没有长疮，有没有长老年斑，有没有老人味，你们就老是说我怎么这样问啊，对不对？老是这样瞎说。咱们给混世小魔王也点点关注哈，给混世魔王一直给我刷星星，谢谢你。一人喜欢昭昭哥姐们，一人送一颗小心就可以了，不用多送，多送也破费了。我是小演员吧？啊，我真的不是啊，我初中毕业，我都没有上过高中，我哪有很会聊，我没有。我说的是实话嘛，我电视剧看多了，电视剧看多了嘛，还有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也有很多人叫我花姑娘，我心里想，你们看电视剧哪个花姑娘有好下场呢？对不对？你们也不要叫我花姑娘，我不喜欢叫花姑娘，你们不要那样去叫我，也不要什么说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看电视剧，我没有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老是讲这样的话，干什么呢？谢谢火狐狸哥，谢谢你。你是来自哪里的火狐狸哥？你说你认识我？不知道啊。喜欢昭昭哥姐们，对，一人送个小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，帮昭昭破个100万点赞吧。谢谢大爷，大爷你怎么一直送啊？对，对着屏幕一人点个十下赞，哥姐们，点个十下赞。我直播间里一个假粉都没有挂，我太会装，那我怎么样才不会装嘛？对不对？我怎么做你们都说我。那隔壁男主播，那有些人，那有些男孩子、男大哥的，对不对？那跳舞恨不得裤子都能提到嗓子眼了，在那去跳舞，你们还说，大哥你再扭两下，我喜欢看。大爷大哥扭的好好啊，为什么在我直播间里，你们我烤个鱼你们也说，唠个嗑也说，说个实话也说，难道这年头就说实话也是一种错吗？谢谢大爷，大爷不要再给我送了，你送的我心慌呀，咱们给大爷点点关注啊。送的我真的很心慌呀，谢谢混世魔王。对，你们要喜欢昭昭，一人一颗星星就可以了呀，不用多送，多送的话也都破费的。对，对着屏幕一人帮小昭点，你们帮昭昭点点免费的赞赞好不好？不用再送了，点个免费的赞赞，对，点个免费的赞赞，我也知道你们是喜欢我的。对，一人点个十下吧。啊，大爷你别再送了。不要再送了，大爷呀！我的妈呀，怎么还一直在送啊？我的天呀，我的妈妈！啊！大爷！你怎么一直在送啊？你喜欢我什么呀？我都说那种话了，你还喜欢我呀？啊！咱们给送星星的哥点点关注，哈哈，一人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呀，我看得见。你们送多的话也就破费了哈。咱们给混世魔王哥哥也点点关注。谢谢 Z， 谢谢 Z。我有喜了，我没有喜，我都没有生小孩，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嘛？怎么老是去造谣嘛？我在家里，你们说我天天跟村长这好那好的，我来广东了，把我逼来广东了，出来打工，又说我来广东找黑人了，这种话你们也说得出口？
你们说嘛，我到底该怎么做嘛？我来，难道我来广东就是找黑人的吗？这种话你们怎么能讲得出口嘛？我来回到家里又说我跟老头又好上了，说啊把广东的黑人丢了，又回家找村长去了。那我从家里出来又说啊把家里的村长丢了，又过来找黑人了。老是这样去造谣，老是在那胡咧咧，在小胡咧说小凤娘，怎么老是说小凤娘？我没有假装，我说的没有人包装我，我真的是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直播间里没有挂过一个假粉，真的没挂。抖音是个正能量的平台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会挂假粉嘛？一个假粉都没有挂，我也没有什么团队。老是说这种话，难道农村人玩抖音就是有团队什么包装之类的吗？对不对？那没全民平台嘛？那我玩抖音怎么了嘛？我来广东是来找工作，想进个厂子打工。我之前我在直播间里人少的时候我就讲了，我说这样直播不是办法，我说不稳定的，我就想边找个工作，进个厂子里面边直播边工作，还能再多挣一份外快。我是这样说的，我怎么了嘛？老是讲这样话，咱能说小风凉。哎，小昭是个单纯的孩子，不要这样说。大哥，你们说我单纯，我也不是很单纯吧？因为我十七岁就出来打工了，对不对？也挺会看人眼色的。老板对，从小就被老板骂，我只知道老板不开心、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就少说话、多干活，对不对？会点眼色，也知道陌生人跟我讲话，我不那什么。我不搭理他，他要是一直堵着我的路不让我走，我就说我生完俩孩子了。难道这样也是一种错吗？你们说。大爷不要再给我送了，大爷你怎么送这么多啊？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哥姐们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一人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，我就看得见了，不用多送，得帮昭昭破个100万点赞吧。老是这样讲，那个大爷刚刚给我送礼物，我一直送嘉年华，我还说，我大爷我把美颜给关了，给你华子来北京玩好吗？玩什么？你让我去找你玩什么呀？谢谢，请你吃烤鸭，请我吃烤鸭。你喜欢我啥呀？你都不说，你北京就你一人吗？你女儿儿子在你身边不在你身边？在你身边的话，我不好下手啊。你让我怎么下手啊？逛北京大城。我不好意思，你不要再送了。女儿国外留学了，我的妈呀，儿子女儿不在身边啊，这不是纯纯的让我发大财吗？这不是上天，这不就站起来了吗？已经几个孩子了哦，孩子都不在身边啊，都在国外，都在国外，你这不是纯纯的让我翻身吗？就你一人还要不了两年，一年就能整瘫了。老伴走得早，你这不是纯纯的说是实话啊，这不就站起来了？不要再送了呀，大爷，怎么给榜上大哥大爷点点关注，喜欢昭昭给点一点免费的关注。你放心，我就算去找你，现在我也不找你的，我把你整了，我就是实名认证了，因为我阅历不够，我阅历也不够。你再过两年，过两年我各方面心智啊什么心思缜密之后啊，对不对？把你整的什么样子，我都是属于擦边球婶的，也没有什么线索。你现在让我去找你，我那不是实名认证吗？你
这怎么行嘛？你有没有窗呀？给你华子，我喜欢你。给你华子来北京，我喜欢你。农村姑娘淳朴漂亮。哥姐们，你们加加我的粉丝团，加加我的黑军团哈。社会时间太多了，我之前都在厂子里面打工。啊啊！你怎么又送我礼物了呀？我大爷跟我刷了13点，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音浪，13.4万，音浪是多少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读13.4万音浪是多少呢？啊！别再刷了，你再刷我就要晕过去了。我没有见过，真的，我们农村人这么多起，这么多米，够好大半年开销了，生活费了。大爷，你再整，你们要是再刷的话，我就那什么了，我就晕倒了。这是我们这边的烤鱼哈，对，你们要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一颗小心，点赞我就特别开心了。不要送小昭大礼物哈，啊，不要送了，你给，我怎么这么招大老头喜欢？一般年轻的很少喜欢我的，一般都是大老头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隔壁小区保安。也时不时的跟我说话，要加我微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在哪呢？现在我在广东啊。问大爷，你怎么喜欢吃老帮菜啊？我直播间里的人都说我是老帮菜，你怎么喜欢吃啊？你不应该喜欢吃鲍鱼龙虾吗？他们都说我黑又黑，飞机过来吧，我给你，我不会坐飞机，我不会坐呀。高铁我还整不明白呢，我一般我们回家只坐大巴。我的妈呀，你给我刷了13.8万音了，天哪，18万，我从来没这么高啊，这两天一直都是这么高，都是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会做。你有没有？我也在中川，是吗？混神魔王哥，谢谢你。你们要是喜欢，大爷，你还没说，我问你你都不回答。你有没有窗啊？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来北京吧！我的妈呀！大爷给我刷了5个嘉年华，妈，妈妈，妈妈妈，老 baby。一般这样情况下是不是都叫老 baby 啊，老宝贝。大爷你是我的老宝贝。你不要再刷了大爷。
谢谢成都哥，你给我刷这么多嘉年华，我怎么报答你嘛？咱俩相距差距这么大，对不对？那咱俩话题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面，我先把后路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说什么。你们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一人送一颗星星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帮昭昭先破100万点赞，好不好？马上就2万，就100万了。感谢送的烟花，这谁哪个哥哥送烟花怎么没显示啊？感谢哥哥，咱们给榜上哥哥点点关注哈。咱们给王老头也点点关注，给老 baby 也点点关注，对不对？有句话怎么说？丑话先说在前面。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现实的，对不对？咱俩差距年龄这么大，你要接受，时不时四合院里面时不时会有来修水龙头的，你能接受不能？你家床一定要，咱俩在一起你要一定要整成空心的，你实心的话藏不了人的话也不行的，一定要整成空心的，是不是？这实话呀。来吧妹子，北京欢迎你。我晕了，大爷给我刷这么多，我晕懵了，蒙圈了，真的蒙圈。我58，打字慢点而已，你不止58了，你绝对不止58了。我要不然我问你有没有老年疮，问你有没有老人味，身上你都不讲的，你都不说实话。你都怎么不讲实话？你肯定小80了。让你上麦你也不上，对吧？我们想听听你的声音也不让听。喜欢小昭哥姐们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发的抖币太少了，我没想到直播间里今天会来这么多人，充的少了。我是抖音第一大爷。哎，直播间里这么多人，刚刚又不止大爷给我刷礼物了，你们看看嘛，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行不行？我把美颜关了，全部都让你们看看。有很多新进来的哥哥姐们也给小昭送礼物了，我想做个，我不知道，人人都认识我，我把美颜全部给你们关了，关了的话你们就不一定喜欢我了，支持小昭了，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嘛，美颜全部关的话，上面会有一个无美颜，我一点美颜都没有看，我现实生活中都就长这个样子，你们还这么支持我啊？对不对，哥姐们，你们会看的应该能看得见，前面我头像那块有个无美颜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真58岁，抖音很多人用我头像，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不是，我为什么关美颜吧？因为很多人送我礼物，我也不想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把美颜关了？你们是不是刚我开美颜了，所以说这么多人送我礼物啊？刚开了一点美颜，我现在把美颜全部给关了，哇，还那么送我礼物啊？谢谢混世魔王哥。我一点美颜都没有看，关了没？我关了，很多人用我头像，我真的关了呀，上面有个无美颜，你们看不见吗哥姐们？我真关了，一点点都没开。我关了呀，什么都关了，怎么不信呢？喜欢你素颜淳朴漂亮，因为你给我刷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们给我刷这么多，我就把美颜关了，做做真实的自己。对，我刚刚就开了点瘦脸，我现在关了，一点点都没开嘛。我知道虽然说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也不白也不漂亮，对不对？那大爷你们给我刷这么多礼物，我就把美颜关了吧。你来北京是最好的报答，你后面的数告诉我你没关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真关了呀，一点点都没开。
又来个赵大爷，没有啊，这边又有一个王大爷。好，秀秀有眼袋了，嗯，这样最实在。混世魔王告他们老是说这种话，但是我真关了，他们一直都不相信。这样才是看啊啊啊！你怎么又是？我的天哪，大爷！啊！我真害羞了。咱们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给昭一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对，一人点个免费的，点点。关注啊，帮昭点个免费的赞赞，我就特别开心了。咱们给大爷隔壁王老头也点点关注，给我榜二混世魔王哥一个也点点关注，给榜三炮哥也点点关注哈，给炮哥点点关注，炮哥是个主播哈，咱们给他点点关注，刚刚没看见，咱们给我前榜三点点关注。妈妈妈妈妈，痔疮好了没有？半醒，我没有长疮啊。你们为什么非要说我长疮了吗？有没有长疮，对不对？又不在你们身上长着，难道就算长疮了又怎么样吗？你们为什么对生病的人就这么大的那什么吗？那长疮了也不挡吃不挡喝的，对不对？该吃吃该喝喝。那你们吃肉我也吃肉，你们喝汤我也喝汤，是不是？就算长疮了又怎么样嘛？老是说这样的话，你们在其他，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啊啊，大爷你怎么一直送啊？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也问人家有没有长痔疮吗？也问人家女孩子有没有长疮吗？那你们就单身吧。再一个小姑娘，你们在其他直播间里面都夸人家女主播，夸人家女孩子漂亮好看，为什么在我直播间里老是这样去说我吗？我跟你们也没有少长什么嘛，你们说嘛，也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两只眼睛，我跟你们也不少什么呀，我跟你们是同类呀，我也不多长什么也不少长什么啊。是不是啊？老是这样讲话，那难道你们相亲也这样去说吗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，怎么刷这么多啊？我好会，我会什么？你们问我跟你们讲讲，你们为什么啊？啊！激动过头，都呕吐了。啊、没有咳咳，你们为什么？我给你们讲讲，为什么很多人都说直播间里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做到这么淡定啊？这谁送的烟花啊？怎么不显示啊？感谢大哥送的烟花。咱们给我榜上大哥哥都点点关注，谢谢混世小魔王哥，给榜上哥哥都点点关注。很多人都说你直播间这么多人，啊！谢王老头哥，谢我雨后哥，啊啊！你大爷，你给我刷的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呀！你把我你刷的，我都快那什么了呀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
谢谢小萌王哥，咱们给炮哥榜三主播也点点关注哈。咱们给炮哥点点关注，我的榜三，给我前榜三都点点哈，前榜三、前榜五。啊，这谁送的烟花啊？怎么一点都不显示？的妈呀！你们很多人都说，感谢大哥哥送烟花。你们很多人都说，嗯，这么多人你怎么做到这么淡定的？因为怎么说呢，我又觉得咱们又见不了，咱们又没有见面，你们又不是在我面前，对不对？我总觉得就隔着一个手机嘛，你们就只看到你们打字，也看不到人，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是对着直播手机直播的，我也可能就比较不怕不害怕吧。我们农村人也很少玩网络的，我们家那一块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们就是在底下公屏打字也见不到人，所以说我不怕啊。大爷啊，我跟大爷放放烟花，谢谢魔王哥，咱们给魔王哥哥也点点关注啊，给我前榜三榜五都点点。你们喜欢招的话也可以招，点个免费的关注。你真的让我去找你吗？咱们一人一颗星星就可以了，不要再送这么多了，再送我就背过去了呀，魔王哥啊！你怎么送这么多小星星？我没有套路，我说实话嘛，你们给我刷这么多礼物，我还把美颜给关了，对不对？很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在户外整个小火堆？因为我又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我们就从小就烤鱼嘛。家里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然后我们就烤鱼嘛，就生个火堆去烤一些鱼啊，分享给你们嘛，展现给你们嘛，也没有什么了。我王大爷，你是不是大爷？你简直是我的老 baby， 老宝贝。战哥，怎么又来个热气球？怎么又来个热气球？你们再给我刷，我就关美颜了。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。看到你们，你们看到我长得丑，就不支持我了。就有的就是不跟我刷了。把谢文案管，谢旭日，咱们给文案管哥哥也点点关注。我把美颜全部给关了。谢战哥，谢战哥，也谢谢官方爸爸给我个这么好的平台，谢谢官方爸爸。吐一点口。我是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我生病了，你们很多人都说我穿那么薄。不冷吗？我真的不冷，我家以前就种了十几亩地，我现在我是河南人，我家就种，河南是种小麦比较多，你们吃的面粉大多数都是从我们那边过来的，然后每家每户都种了十几亩地，然后你们看吧，这是我肌肉，对不对？从小就干农活，所以说穿的很薄，冬天的时候你穿的很厚也干不了农活的。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可以了哈。咱们给可乐姐姐也点点关注，挂红包的，不用给小刀送大礼物了哈。谢谢我老头哥，感谢老头哥，感谢我王大爷。画了眉，涂了口红，我刚刚涂了一点，嘴巴有点干，你们不喜欢我再擦了。来我四合院。怎么老是让我去你四合院啊？你先把你假牙邮过来，我先闻闻味儿。
你都不，你都不赢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妈！谢谢，谢谢我王大爷。假牙是纯金的呀，你假牙是纯金的，你不是纯纯的让我发财吗？你赶紧换成铜的吧，到时候我怕你牙都保不了了。你换成铜的话，你到时候你躺那块，你还能嚼个牛肉干。你要你老伴送的，不然我把你金牙也撬走了。换成铜的吧。老伴走了。喜欢昭昭哥你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本来嘛，年龄差距太多，我才20岁不到，22岁不到，大爷都80了，那你就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有很多摩擦，那我也会找人的，那怎么可能嘛？我也有话就说嘛，我也没有说啊，大爷我就喜欢你，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我也有痔疮几十年了，你怎么啊？你有痔疮啊？你怎么不割啊？你割了没有啊？你有没有割？感谢承诺哥，对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昭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不然找不到我了。一人送一颗心就可以了。有脱肛，你还痔疮加脱肛？你赶紧割了吧！你不割的话，咱俩走到一起，别人不知道。是你来生理期还是我？你割了吧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58估计治不好了。你割嘛，你越不割就越脱的厉害。实话嘛，因为我太爷也有痔疮，又有老人味。好。完了，BBQ了。天都黑了，你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心都黑了。嗯嗯嗯嗯嗯嗯嗯好啊，你们尴尬不尴尬？刚刚我只是手机没电了，还有很多人说我被抬走了。你讲别人坏话，什么感受啊？啊，被我逮个正着，尴尬不尴尬？尴尬不？我刚刚没有被抬走，我刚刚是手机没电了。尴尬不？啊，正好被我看了个精光，在那说坏话。谢王大爷，谢谢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也谢谢官方爸爸啊。谢谢谢谢。对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也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不然下周找不到我了。尴尬不尴尬？我只是手机刚刚没电了，我看公屏上立马就转移话题，立马就说说这说那的。
正好被我看了个精光。谢谢大爷，感谢大爷，谢谢你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，快22岁了。哦，找茬，另外也想来看我，谢谢你，谢谢大爷。抖音是个正能量的平台，我爱官方爸爸。咱们打波正能量吧，哥姐们，咱们打波正能量。来，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边的鱼吧，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边的鱼吧，不对。我们小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笑话我哈。小的时候，我奶奶下集干活，不是，我不给另外大爷来看你，你要独霸我是不是？我们怎么说呢？很多人刚刚说别人给你刷礼物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刷那么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就是买鱼嘛，我奶奶就给我们买就是已经死掉的鱼吃，那样会比较便宜一半。就每次上街上就买一些死鱼吃。也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活鱼的话会贵一大半，死的鱼的话就稍微便宜一点。所以说我真的是小的时候苦过来的。你们，我也没有报过什么舞蹈班、什么跳舞班、什么这班那班的。你们就是城市里面的孩子呀，家长又报这个班又报那个班，还有很多人叫我刀疤妹，我就跟你们聊聊天吧。大爷不要送了哈，就聊聊天吧。很多人叫我刀疤妹，是我因为我眉毛上一块有个疤，是从小跟着我奶奶下地干活，我奶奶在干活，我一个小孩在那玩，然后被那个压井水的病子给弄到了，然后就有一个刀疤，然后很明显，别人就叫我直播的时候，别人叫我刀疤妹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就纹上吧，然后我纹的又不是专业的，所以说这块疤还没有纹上去，就是这么回事嘛，老是讲这些话。谢谢王大爷，感谢王大爷。看眉毛，这样你们也知道清楚吗？你们不信，你们可以去我们村头打听一下，对不对？老是讲这样的话。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。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，点赞。对，我是长得黑，我不白。祝诗和愿。你让我缓一缓，你先让我去搜一下诗和愿。值多少啊？手大，你们看吧，我的手掌很厚，对不对？我虽然说没有像我爷爷奶奶干这么多农活，但是我也干的农活，对不对？嗯，也多一些，比这就比这城市里面孩子呀也多一点。你们看我的手掌是很厚的，对不对？老是说这样的话，谢谢事过境迁哥，感谢大哥，咱们给大哥也点点关注哦。对，你们要喜欢昭昭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是吗？我58岁，打字有点慢而已。咱们给大爷、榜上哥哥都点一点，大爷的粉丝马上快突破5000个了，咱们给大爷点点关注哈。咱们给我榜二，混世魔王哥哥也点点关注，咱们给榜三炮哥也点点关注哈。咱们给我榜四卓绝点点关注，给榜五火狐狸哥哥也点点关注，给我榜六我家力哥也点点关注。给榜七兴趣哥，是我兴趣哥吗？也点点关注哈。嗓子里面有痰。我给大家发个福袋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哈。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嘛，怎么老是瞎胡说呢？
你们每次都这样去造谣，老是在那瞎说。我今年快22岁了，我来自河南。我家里对不对？虽然说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我过得也很幸福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在，是不是？那怎么了嘛？那穷又怎么了嘛？谢谢大爷，大爷你不要送了哈，大爷，不用给小刀送了。老是讲这样的话，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哥姐们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一人点个10下赞，参与一下福袋，也谢谢你们给昭昭送的星星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官方爸爸推我了吧。对，你们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不然下来找不到我了。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今天没烤鱼了，烤了，我的锅被谁给拿走了，给偷走了，我只能这样了，就这样整了，锅被人家给拿跑了。我的天哪，感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，大爷你，我有点心慌啊，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。你们要喜欢昭昭的话，就给昭昭点送一颗星星，我就看得见，一颗小心也很明显的在公屏上面，我也能看得见。一些小梦哥，谢路虎哥，感谢用户哥，感谢东哥，感谢快乐哥送的星星，谢谢你们哈。为大家发了个福袋，咱们也参与一下福袋。对，给昭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，快22周岁了。今年过完年，过完年就22了。我午觉没睡都来看你了，大爷你睡睡觉吧。中午睡午觉对身体好。我太爷爷也经常睡午觉的。我太爷爷，我的天哪，大爷给我，我才58，没事，你不止58了。天都还有蓝绿豆没来，我的天哪，大爷，我的妈呀，大爷呀，你怎么给昭昭刷那么多啊？对，喜欢昭昭也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给我榜三也点点关注。咱们给榜一王老头、王大爷也点点关注，给榜二混世魔王哥也点点关注，给榜三炮哥也点点关注哈，给我前榜三点一点。怎么老是讲这样的话吗？喜欢李妹子，你叫我孙女吧，你叫我妹子，我有点慌。没有，开个玩笑，开玩笑。叫我。感谢给小庄
点关注的每个哥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哈。啊！我的天哪！很多人问我，肯定心里很多哥姐们刷到我，为什么说你家放牛妹为什么没有牛呢？是因为，我们农村人就是也很团结，就是，每家每户都种了很几亩地，就合起伙来去干农活，然后就关系比较好。我叔叔、我姑啊都在广东这边发展，然后我叔叔那天正好忙那段时间，他说你过来帮我放放牛吧，我说可以啊。然后当时在山里面就特别无聊，也不想看电视剧，听歌也听腻了，我就想，要不要开直播吧，就聊聊天啊之类的，就开着玩，也没想过直播间里能涌进多少人，我没想过。然后突然间，直播间里就来了很多人，他们说你会什么才艺啊？我说我什么也不会，我也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跳舞。那他们说哇，谢谢大爷，他们说，那你是哪里人啊？讲讲你们那边的风俗习惯吧。然后就说我是河南人。我说我们那边没有暖气，我家里，然后一个礼拜洗一次澡，就从那开始，天天叫我洗澡，要么就说叫我黑驴，叫什么驴之类的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名字也是放牛味儿，然后就没有改了，就一直这样叫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也谢谢王大爷这么支持昭昭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也谢谢给小昭点赞送星星的每个哥姐们，对，我没想到我直播间里会有这么多人，也有很多人说我什么也不会，什么这么多人。但是我之前播的时候，我也连续，对吧，我之前播我也播了，是从两个人三个人播起来的，对不对？谢谢大爷。那怎么说，直播有好有坏的，你平常心就好了嘛。谢谢我大爷，谢谢大爷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直播这两天是挺好的，有大爷支持，但是我还想找个工作，进厂子打个工。你看我也是有私心的，我要是进厂打工吧，我还可以边做活然后边直播，那样是不是就很稳定，对不对？我主要是靠直播，有一天多一天少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直播打工的工的话，又可以进厂打工，又可以边直播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为什么不念书？因为我数学我学习不好啊。你感冒了是啊？因为我数学之前就考了期末考试初中就考了八分。我真的不是上学的料，我就想就出来打工了嘛，然后就出来打工。我进过厂子里面，第一份工作是厂子里面，然后做过服务员，卖过衣服。去年做的是服务员。欢迎我孤独哥呀，孤独哥呀，你来了，孤独哥。我不冷啊，我怕你一来就说我冷，我真不冷，别担心我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说我是老江湖。你想一想，什么活都做过，最底层的，那怎么可能我会像你们说的一样单纯吗？对不对？那有点阅历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那怎么样才是叫单纯？不叫单纯吗？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直播间里的哥姐们，你们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吗？老是说这样的话，那我只知道那什么，那我只知道，那老板不开心了，我就少说话，多做活。就会点眼色，看人眼色吃饭，我觉得这
对不对？也很正常的嘛。老是讲这样的话，我有什么也说什么。对，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爷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不然下次找不到我了。咱们给榜上一点点关注。老是这样胡说。素颜这么漂亮，我喜欢你，谢谢大爷喜欢我，谢谢直播间每个哥姐们喜欢我。打 PK， 我真的不想打 PK 啊！我要是打 PK， 刚刚就打了。打 PK， 昨天那个男主播把我气的。王大爷，你不要再刷了，你刷我我就那什么了，我真的害羞了。对，你们要是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就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一人送一颗星星，点点赞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去 KTV 上过班，我没有。欢迎八八哥，为什么老是去造谣别人呢？我真的没有在 KTV 上班啊，我就做过服务员，做过服务员，进厂打过工，卖过衣服，我没有去服，我没有怎样怎样的嘛，老是这样瞎说。谢谢王大爷，我的天哪，王大爷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喜欢昭昭的话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加加我的粉团。大爷，大爷，漂亮的大爷，威猛的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打 PK 我不想打吗？我打 PK 我又说不过人家有的，昨天那个男主播把我气的，差点都气哭了都。抖音是个正能量的平台。KTV 我看见过，你什么时候看见过吗？这个叫用户的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去做 KTV 上过班，老是这样讲。感谢失败的人大哥，你怎么说我热气球了？我晕了。我想上个洗手间，你们帮我看着点东西，要不要？我上洗手间。大爷，我的，我上个洗手间哈。我要去这边去上。你们看着我的点东西，别谁把我手机拿走了。那谁哪个哥哥给挂红包了？给你是我的太阳哥哥，咱们给他点点关注哈，谢谢爸爸哥，你们帮我看着点东西。上吗还？没有，我说洗手间是比较文雅一点嘛，我总不能去说像我们一样茅坑吧，是不是啊？多粗鲁啊！上个厕所嘛，对不对？老是讲这样讲这讲那的，你们帮我看着手机哈，
大爷你歇会儿吧，你让我一个人，你让我先上个洗手间上个厕所去静一静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，让我想想、想想什么话我再跟大爷去讲，你老是让我去北京，我再想一想怎么去回答你。没有开玩笑，你们帮我看着点手机哈，哥姐们你们去，你们忙的话就可以去忙吧，哥姐们有空的哥姐们就帮，可以帮小昭看看啊，你们在公屏上扣个字啊什么之类都可以的。我要趁没人没人的时候去把那个人，大爷大爷我的天哪，谢谢大爷，上洗手间。我去了哈，我去了，我上个厕所。看有没有人。哎，他把电瓶车停那么快。帮我点点关注哈。说我坏话，尴尬不尴尬？我上厕所，但是我也拿另外一个手机了，对不对？说别人坏话什么感受啊？啊，尴尬不尴尬？被我逮个正着。我虽然说我上洗手间，但是我没有说我不拿另外一个手机嘛。尴尬不尴尬啊？谢谢大爷，感谢大爷，谢谢我大爷。老是说这样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应该找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
为什么老是讲这样的嘛？我又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，我还整到什么手上吗？老是讲这样的话。谢大爷，大爷不用给小枣送了，咱们给我宝上哥哥也点点关注哈。老是讲这样的话，喜欢昭昭哥姐们可以找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不然下周找不到我了。天天说这样说那样，我你们怎么这么过分、啊？说了上洗手间对不对？那你没有需要，你上洗手间干什么？非要问这么露骨的话去问一个小女孩家家的，难道你们相亲也去问人家？人家说啊，你女朋友说我去洗手间了，相亲对象说我去洗手间了，那你们还问问？你上的什么型号的吗？那你就单身吧。老是这样讲，怎么给我榜上哥哥姐们一点点关注哈？老是些说这样吗？什么话都不会讲了，就老是这样胡说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天爷哟！宝贝儿，老宝贝儿。你是我的老宝贝儿，欢迎阿拉丁哥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大哥给我刷这么多，那我叫人家宝贝儿怎么了？我的天爷哦，我的宝贝儿，不要刷了，我有点慌呀。怎么给我榜上大哥一点点关注哈？咱们给朝古县朝阳哥哥一点点关注哈。是开茶庄的吗？哇，那咱们给哥哥点点关注，有喜欢喝茶的。把我整懵了啊！大爷把我给整蒙圈了。对，没给小昭点关注，哥姐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个，27.3万，27.3万粉。要不然下周找不到我了哇！我来自河南，今年快22岁了，今年快22了。我都说了，我的眉毛不是那什么的，我的眉毛是，谢谢朝阳哥，谢谢古县朝阳哥，我的眉毛我都说了嘛，之前有块疤嘛，所以说那什么了嘛，老是讲这样的嘛。对，没给小昭点关注，哥姐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我待会儿也快下播了。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心一点点赞。
我就特别开心了。我说的是实话吗？老师讲这样，我肚子我没有疤，我都没有结婚，哪来的疤？小昭在歌厅上班，绝不放弃，绝不放弃哥。你怎么又老又小说小风凉了？老是讲小风凉，我哪有嘛？再说小胡说，我的妈！我的天哪，大爷，你怎么又给我送了呀？我的妈妈，我多大了？我今年快22周岁了，今年快22。对，没给昭昭点关注的，给昭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得看能不能突破个27.3万。得没点关注的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要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哈。给我榜上哥哥也点点关注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！王老头、王大爷在我直播间里2-3天刷到38级，我的天哪！我从来没想过，我真的没想过，我直播间里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。我的妈！对，咱们给我榜上哥哥也点点关注哈，没给小昭点关注的也点点关注。打个 PK， 打把 PK 就下播了。等一下，我抽个吗？还配上保镖？咋了？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带你那个？你也可以来啊！你也可以来。对了，稳哥是我徒弟啊。怎么不带你眼镜了？眼镜那个9900的还在路上，咋了？今天又烤鱼是吗？你管我烤什么呢？那领我干啥呀？打把 PK 吧。咋打呀？简单点。你说，简单点怎么玩？你连我的你还让我说？20个深蹲，你开玩笑了？就我这样的人能做20个吗？200。你可能吧，昨天做了100个深蹲，昨天100个深蹲，我的腿这块都很痛，还那这样，你输了，你烤的鱼什么？你输了。你烤的鱼给我寄15条，今天加5条，我输了，我给你现场做200个深蹲，敢接吗？敢接吗？确定以及肯定。我说了，票不一定有你多，全网比尿性爱谁谁都是弟弟，能听明白吗？我再给你加2条，送给你。挂了档，挂了脸。我不管你家有几个老头，挂了脸。我说话这么狂野，对不对？就几条鱼嘛，我大不了多加给你2条也是可以的。说话这么狂，我不管你家有几个，老是这样讲话，老是指人家，我最讨厌指人家。上去就200个深蹲，昨天让我做了100个，现在腿这块都很痛。老是让我给他邮东西，不就想闻味嘛，对不对？这鱼是我烤的，有我的味道，他就想闻闻味过把瘾。真过分，老是讲这样的，每次都指来指去的，我都说你不要去指，昨天让我做了100个深蹲，还讲着讲的，就压着血条打啊。闭麦闭麦啊，让你家老头守好你，不要指啊，你家也不就指你了，怎么的？你家也不是这样。我讨厌任何人跟我比气质，一身傲骨，我谁也不服。
扇子撒尿的爷们一起搭把手了，有立刻老是指来指去的就很烦，我再跟你们犟嘴对不对，我也从来不指，老是指啊，你打鼻跟我不喜欢，我就算我再怎么跟你们犟嘴是不是，我从来没有说指，我再没有文化我觉得这样很不舒服，老是指，我说你别指，他说就指，不喜欢。哥姐们，怎么众筹一把？咱们气势不能输，哥姐们，咱们，妈耶！我的妈！我的天哪！除了大爷，还有没有其他大哥帮忙小招的？我这边就大爷嘛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，大爷你不要上了。我的天爷哦，哥姐们，咱们这把喜欢小招，给小招也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给我钱包咱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怎么不动了？你怎么不动了？你这么嘚瑟，天天这么嘚瑟，听对面说啥了？欢迎我花花哥，真当我们家没见过抖音以后是吗？是没过见过抖音，欢迎我男人哥，面子都是自己挣的，兄弟们，你们举例给我打出来，榜上所有能帮忙的一起帮帮忙。我的天哪，咱们这把气势也不能输，喜欢招招给招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要下来找不到我，硬送个星星点点赞，对不对？老是讲这样的话，老是指你再指，老是这样，你也不是，你也打不过啊，你怎么不上来，你这么狂野啊，狂野，你上来啊你。太狂了，你听他说不了什么好话。但是尊严面子不能丢，好吗？大家众筹一下，就一万票血条，差的不多，咱们这堆血条。只要团结就没有打不赢的 PK， 你给我装什么犊子哦？欢迎我发财老大！老是讲什么话？你赢就赢，输就输，我也从来没滚过刀，也没怎么样，也不差你事儿。你老是什么犊不犊的？老是这样讲，有。哥姐们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哥姐们，我就不相信老是讲那样的话。哥姐们，这把咱们血条比他高，不用多送，一人送颗小心就可以了。待会儿咱们把加成给拿一拿，这么狂野，怎么不动了呀？你怎么不动了？还指，很讨厌。欢迎绝不放弃哥。感谢天道酬勤哥帮忙的，一起出个手，没差多少票。星子哥能不能一起搭把手？咱们交个朋友。大哥大姐们，他们家肯定要偷塔，他们家肯定要偷塔，老是整这样。咱们搭把手，感谢我天，感谢成胜哥，成胜哥是你吗？感谢大哥的烟花，这把咱们能不能众筹一下？他们家肯定要偷塔。哥姐们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。怎么有墨镜的哥姐们，咱上个墨镜，先血条姐姐给他碾压。老是讲这样的，有什么讲的吗？天天。
王大爷，你不用给我送了，大爷，其他哥姐们咱们能不能重头一下？大爷给我送的，我心有点慌呀，我心有点虚。感谢月哥送大墨镜，感谢月不是月啊。待会儿咱们把嘉诚拿一拿，躲一躲。怎么不上啊？这么狂！得喜欢昭昭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！下次找不到我了哈。你怎么不上呢？你这么狂野男孩！我人生女装哥，对了，就这么干，别怕输，不要有压力。谢我雪狼哥的灯牌了。能打把手的小跑车小气球的顶起来，上了，他们家上了，直播间也感谢我失败的人大哥 JS 支持小张，感谢大哥，感谢我天道重新哥，我让他这么狂，昨天他打我100个深蹲，还让我做200个，我这把做不了，非要让我的鱼，他输了他做200个深蹲，我看他是怎么做完的。感谢我天道重新哥，怎么给我天道重新哥也点点关注？天道重新哥是你吗？哥姐们，咱们这把一人送个小心，咱们把嘉诚给拿上，还上7多人。感谢我天道重新哥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，哥姐们。一切给小张送每个礼物的哥姐们，感谢我重新哥。我的天，我重新哥来自哪里？我看没有写，怎么给我重新哥一点点关注？我的天呐，谢我重新哥，对面肯定，咱们还差38人，一人送一颗小心，咱们把嘉诚给夺一夺，咱们把嘉诚给拿一拿，哥姐们。还只有两分钟，还有啊啊！妈妈妈！别怂，这叫怂吗？我老宝贝啊，这叫怂吗？大爷，啊，就你这废物，连个灯牌都送不起，这叫怂吗？就89000票，一个老头上了85000，多牛逼啊！对不对？靠一个大哥一定走不远，但是有这样的大哥也是他的福气。啊，欢迎我整无定制哥啊，下午好。不要跟我来这一套，票我也见过，华子我也见过，懂吗？现在你没见啊。咱们不需要家人去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打这么一把 PK， 懂吗？3万票以内我得干他，超过3万票咱就不干了。好了啊，兄弟姐妹别上了，好吧？把票留着。啊，不需要任何人守塔，不需要任何人上任何一票，好吧？老头有低保，咱们有，能听明白吗？啊，不就200个吗？多大点声！我说了，任何人在我直播间，只要你玩得开心，不需要有压力，不打没有意义的仗啊！不是我没见过90000票，不是我打不出90000票，没有意义，好吗？啊。
咱不跟有低保的老头去硬磕啊，看什么惩罚，懂吧？谢谢我涛哥啊，感谢我涛哥。你那什么，你给我，你给我鞠躬道歉，你给我道歉，我让你少做100个。我有跟你打鞠躬打到道歉吗？那你就给我直接做200个，别废话。200个小意思啊，多大点事啊？啊，肯定给你做呀，我不得我谢我大哥啊。你不用谢谢你家老头吗？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我谢文大哥我会做，我又不怪你妈，我又不会少你做一个，咋了？没见过9万票，没赢过 PK 啊？9万票我前天被我揍了，你忘了？那我没赢过你吗？也不是赢了，我把又是放啊。所以说啊，赢了就赢了，我得谢我大哥，能听明白吗？不要像没见过9万票一样啊。感谢我涛哥，谢我涛哥啊！感谢我们家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没错啊，家人们一点问题没有啊。终于等到你，感谢我涛哥。还好我没放弃。啊，感谢潘宝，感谢潘宝啊！那个欢迎执着哥，咱们给他做游戏啊！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66 67 68 69 80 69 70 72 73 74 76 77 78 89 30 32 33 34 35 26 27 28 29 30 32 33 34 35 38 39 40 51 52 33 34 66 67 78 59 50 52 53 64 66 67 78 59 60 62 63 64 65 66 67 69 70 71 72 73 748号83 84 85 86 88 89 90 92 93 94 96 97 98 99 100。怎么样？老头的低保还有吗？来，这一把你吸20条鱼，我给你做300，你不牛逼？我把他低保都打完。来呀、啊，让老头来呀、啊！不是有低保吗？哎，老头，把低保都拿出来再干一把，别跑！有没有啊？你家不是牛吗？干了才知道有没有。我告诉你，200个我就是我儿。确定300换你20条。让你家的低保老头带着你的其他老头一起来，我今天就打了他破产。不要跟我逼逼赖赖，有本事挂了脸。我要是怂你一下，我就不叫吊哥。对，20条，加20条给你啊，不用了，外加就20条好了。我从来不拿。没有啊，没有意义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挂了直接干。对，300个，一个都不带烧你。有本事让老头再来。闭麦。不要跟我装，我打到老头破产，我不一定要赢他，但我敢玩敢干。对吗，兄弟们？小票追野票，打出来就行。我就把把输，我看他能打几把。我就给你再打这一把，我跟你说。跟我装，我没见过票哦。闭麦，闭
三百，没事，家人们，我不确定要打赢，尊严票给我留着。我最讨厌人家跟我比气质。你是那个吗？你老是指来指去的，你觉得指人就有气质了？抖音是个正能量的平台，老是指，我很讨厌。这把就算他再输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他打了，就两把，管输赢，对不对？你输了，你恼羞成怒的，难道还我还一直跟你打？真的是，就这一把，他说三百个，他刚已经做了两百个，他再做的话就三就五百个深蹲了，不说五百，就五零零个深蹲了。抖音是个正能量的平台，对不对？你老是。我就很讨厌纸，感谢王大爷。他说：“哥哥姐们，这把咱们能不能众筹一下？”我天哪，王大爷不用送了，咱们众筹一把吧。他老是说我直播间里就有一个大爷，说我知道所有老头都上，你老是这样去讲，我众筹就众筹了，没有我也就说这有什么嘛？老是这样说，你怎么不上啊？感谢王大爷，感谢王大爷。这把喜欢试试小昭的歌里面，咱们众筹一把。大爷，你不要上了，大爷，不要给小昭上了。这把我就想打个众筹的，他老是指来指去的，我很烦。对不对？那大爷不给我上，我直播间还有这么多人呢，我输就输了嘛。刚刚那一把，就算我大爷不上，对不对？我天道酬勤哥，我圣哥也给我上了，那票也比你多，小散票，你不是也赢不了吗？你在那说什么嘞？这把哥姐们大爷不用说，这把咱们就打众筹，咱们就打众筹。他输的话，他就再加300个蹲，看他有多少力气，咱能做300个。哥姐们，咱们这把众筹一下，他们家肯定要偷他。他们家可能要偷塔，大爷不用给我送了，大爷给我送很多了。这把咱们就打个众筹，还有7分钟，咱们就众筹一下，一个小魔镜，一个小星星，众筹一下。看他就这么狂野。哎，支持小昭的，看我直播时间长了，是不是有免费的人气票啊？咱们能不能把免费人气票给送一送啊？我能不能打到那个什么红色的军牌啊？粉丝灯牌啊？他们家别偷塔了，哥姐们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，这把咱们众筹一下，欢迎我孤独哥。没给昭昭点关注的哥姐，没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咱们给我榜上大哥也都点一点关注。感谢徐公哥，感谢用户哥。我众筹的票你也打不过呀，对不对？你众筹的票你打得过吗？你也不是没打过吗？感谢大哥送的亲吻。哇！我的天哪！感谢我王大爷，谢谢我王大爷，谢谢我宝贝儿，谢谢老宝贝。怎么不上啊你？你先超过我再说嘛，还长得这么嘚瑟。高呀！干什么？让老头多差点25,900赢不了，我偷定了。啊，拉不拉倒，你试着，你看一下。一身，我告诉你，偷地了。有力哥啊！不要上不上，让地把老头来。老是说这种话，就算王大爷不给我上，我的票对不对？其他大哥给我上的也比你多啊。老是讲这些。他说了，他输了，再加300个蹲，300蹲。感谢我天道酬勤哥，对不对？就算我王大爷不给我上，我天道酬勤哥还有其他大哥给我上的，也不是比你多吗？
你怎么这会儿不指我了呀？感谢我天道酬勤哥，谢谢大哥，咱们给大哥哥也点点关注，给大哥点点关注哈。是那个吗？感谢我爸爸哥，咱们墨镜，咱们小花草的走一走，我让他证明证明，就算没有大爷上，票也比你多。老是讲这些。怎么不狂野了？感谢给小肉送送爱的守护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，也没给招招点关注，哥姐们也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。听听对面说什么，肯定说不了什么好。啊，希望他守住了老头啊。欢迎我笑脸哥啊，欢迎我笑脸哥，记着打嘉诚一定要尽力，把嘉诚给我打出来，谢我张哥。还是87个人，希望这次能打出来了。一人差85个人，一人送一颗星星，咱们把80多个人给集齐，把嘉诚拿下，血条翻倍，1.5翻倍，哥姐们，把嘉诚拿下，还差72人，有没有大哥大姐再给小张顶一把的？感谢用户，感谢你，感谢军魂，感谢做，感谢给小张上星星的每个哥姐们，咱把嘉诚给夺一夺，再加把这哥姐们一大票，一大票了，完成了。嘉诚都夺下来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打。昨天让我做了100个深蹲，把我气的昨天。感谢我八八哥，感谢红酒哥，还剩两个点。怎么不上了你？感谢我大爷，感谢我王大爷，谢谢八八哥。喜欢庄也给庄点个免费的关注哈，下不下找不到我了。再次欢迎我八八哥，还1分40秒钟。还指，你还指？感谢我哥，还有1分10秒钟，咱们众筹一把，咱们小小的守一把。他们家别，哎呀，我的票比你多，你还这么嘚瑟，你还这么嘚瑟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啊，谁给你的勇气？还最后55秒，还最后55秒。这边慌了，还要就35秒钟，还要就35秒钟，还要就35秒钟。欢迎我凤舞哥，凤舞哥好久不见了，你来了，凤舞哥。我天，还要就10秒钟，还要就10秒钟。咱们再小手一把，大哥不用上了，咱们小伞们再手一把，感谢徐公哥，谢徐公哥，还有最后5秒钟。啊！我的妈呀，王大爷，你太有了！感谢我天道酬勤哥，感谢我凤舞哥，感谢给小张上票每个哥姐们，我的天哪，那打他早知道。就上一架飞机就完事了，哈哈！我听到楚清哥一个人就把他给干趴了。打出两个字啊！打出两个字。
感谢。被拿下，应该被拿下。三个字打。咱先把惩罚给他做了，再跟他唠，好吗？谢我涛哥啊，感谢我涛哥。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谢我涛哥。感谢所有的钓家们，钓家的战士勇士，好吗？300个，哎，我给他做，做完了我接着跟他打，我看他能打几把。你那时候你不跟我装吗？干啥呀？你求饶一下，让你少做100个。我需要吗？我陪你打10把，今天。狂野。我看低保老头能不能干完10把，能听明白吗？我8把给你做300，一个都不需要少。啊，一个都不会少你，一个都不会少，让低保老头啊冲好了等我。欢迎我孤独哥，一个人整一帮，对，我懂吗，兄弟们？记着，你家阿廖是爷们，别怕。100。来，继续300。来，老规矩。老规矩什么？我都打了2把了，黏着我打了2把了，我都赢了，还在打，我不打了，已经上这么多了，你对不对？老是说给你什么你不中用，但是我给他2次机会，他中用了吗？打了这么多票，他那边就上了面一点点，我不打了。屁子呢？老规矩，300个换你20条，让你家的低保老头别跑，我打得他破产。我不打，把给你，你不中用啊，都2把了，对吧？是骡子是马，已经试了2把了，对不对？也知道你是什么了，是骡子是马，说吧，已经试了2把了，你不是那个，你家也不啊，不用我说了，老头低保没了吗？老头气节可乐瓶了吗？对不对？打了这么多，你不是没有吗？你浪费票，给你打什么打？我不打了，我听到仇金哥一个人就把他给整趴下了。不跟他玩了，不打了，说不打就不打了，对不对？打了这么多票，你那边又不上的，
浪费了这么多，还跟你打，不打了。我妈，咱们给我天道酬勤哥哥也点点关注，谢谢你支持小昭。咱们给隔壁王老头哥哥也点点关注哈。我下午茶去了。好的，王老头，你去吧。我王大爷，谢谢我祝家哥，你谢我风五哥。我也快下播了。我每天就打量，不跟他玩了。每次都老是喜欢指人，我很不喜欢，老是指来指去的。谢我福将哥啊，谢谢。咱们给我钱宝三一点点关注哈。啊，咱们天道酬勤哥马上就快破一百个粉丝了，咱们帮我天道酬勤哥先破一个三位数吧。咱们瞄准我榜二哥哥破一个三位数吧。对，直播间里有没有其他女主播也可以给我榜上大哥点点关注。你看我这样大哥都支持小昭，大昭大哥的心肠是非常好的。你们到时候你给大哥点上关注，说明下你直播的话，大哥逛到你直播间里也会给你，对吧，也帮你支持你。你看我长得这么黑，大哥都支持我。你们给大哥点点关注哈，直播间里的哥哥姐们给大哥也点点关注，到时候大哥逛到你们直播间里也会这样去帮你们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喜欢你们的话，有眼缘的话也会帮你们。你看我这样这么黑，大哥都这么支持小昭，谢谢大哥哈。对，咱们给我榜上的哥哥再点一点关注哈。好，我要下播了，不用给昭昭送了。谢谢猛火哥，猛火哥你之前支持我，你刚刚支持我，我也看见了啊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我祝家哥。对，没给昭昭点关注也点关注啊，到时候五个数就下播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我榜上大哥这么支持我。感谢看小昭直播点关注送礼物的每个哥姐们哈，我下了，我明天十二点钟再播吧。拜拜。你们也好好的去吃饭，好好的去。感谢我王大爷，谢我天道酬勤哥，谢泡泡啊。没给招点观众也点点关注，我倒数五个数，没点观众也点点啊，五四三二一，拜拜啊。我来自河南哈，今天22。